我就知道你是審慎的派啦，就都直頭審慎悲觀咯，要講啲。我覺得在而家呢個位咧，就強烈建議大家咧就食糊噶啦。係嘛？係啦，即係咧。今早破咗你呢一個技術嗰個畫嗰條線嘅頂喎。差唔多啦，係啦，七啊，而家就74蚊附近啦。係啊，74.4嘅今朝啊，跌過。係啦，咁我會覺得其實差唔多係時候真係食糊噶啦。咁雖然有啲大行，等等先，有啲大行就講到100蚊㗎。是不是先？但我覺得100蚊就真的誇張了一點點，我覺得75蚊應該都是差不多了。其實真的很害怕，只有2-3蚊，1-2蚊的。其實呢，因為現在今晚的時候就已經是穿了。1-2蚊我不計你了。現在又變燈了嘛，我覺得75蚊，我覺得有機會是落回60多蚊，即是62、66這些位置，其實我覺得OK 嘅，即係有機會落翻去。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想沽嘅，咁你咪75蚊去沽咯。咁睇下佢會唔會落翻去六。擺翻個指示啊！擺翻指示就一定要㗎啦。咁啊，譬如即係指示77咁樣樣，咁你就上高2-3蚊，咁博下低10蚊到嘅。